大家过年好，过年好，今天是初三了，所以咱画一个心情美美的，然后一张画，也就是一个湖边，然后种的好多花草，在各种各样的一个颜色，反正看见这幅画你就高兴，画出来你会更高兴啊。在家的话，也许过年有的人喜欢的是然后逛街，或者不是逛街，去朋友家然后去玩，而有些人喜欢的在家里边静静的，就是没事的时候，然后拿起画笔再画一个自己喜欢的画，让自己一年的心情都美美的啊。所以今天有水，然后有花，都是你喜欢的。那咱现在开始，咱画到一些比较简单的画的时候，咱可以尝试一下，你就是不用铅笔打型，然后直接拿上笔，拿上一个小点的笔就行，有时候能出来线，你看像这种笔的话它能出来线，也就是你这样有时候打型的时候，一是在那儿能装的，你看多酷呢，我都不用铅笔起型，直接用油画颜料起型，我觉得好多初学的然后看见不打型直接画的啊，觉得老帅了。其实这一点的话真的很简单很简单啊，等把咱课程学下来，画着风景方面你不打型那太容易了，也就是你这样去打型的时候，你会就是什么样子，看到的肯定是一个整体，看到的肯定是一个整体，你不会看得太局部，因为你怕错，一错了基本上就完了。也就是首先先定的话，其实也是同样的地平线，然后再定的话，然后两截有一个近处的山，有一个远处的山啊，像这个山到底怎么样出来，像这个山大概的一个形状又是什么样的，这块的话是一个天空，然后这儿的话又是分的一个层次啊，你看又是一个三角形，来这块又是一个三角形啊，这儿的话再给它有一条路啊，也就是这样子没了啊，是不是挺好玩觉得啊。然后这边的话它是一个路，也就是加的水稍微多一点啊，这块的话是一个树啊，很随意一点啊，不要给它太拘谨，就这样玩就行。来，我说形儿打完了，现在咱开始给它上色。这张画的话比较简单一点，所以画的时候你千万别眨眼睛，要不一眨眼睛就画完了。又回到咱以前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也就是你看蓝颜色用到的是一个湖蓝啊，要不咱就更简单一点，来，就湖蓝。白颜色，我的笔没涮啊，直接是一个白，你看白颜色。你看，给它过渡开了，是不是觉得简单？然后给它来回多去刷一下，然后就能平了啊。在这上边的话能用什么样的方法，你看笔上边我直接蘸的白，什么都没有，直接蘸的白色，来云彩给它出来，然后这块也是啊，云彩简单一点，稍微给它有一点啊，就根据整个画面，然后再去画到远处的时候，这块的话稍微给它延伸一点，跟天空给它分开就行，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不行，那稍微加点颜色吧，里边的话稍微有点黄，咱之前的话调灰色怎么样来调来着，你看蓝颜色土黄颜色，啊，这就是远处的，来咱再画一个近处的，
寸抖。这里边的话再给它粘，有些地方稍微加一点黄色。有些地方加一点紫色。蓝颜色。你要变化关系，颜色都非常简单。有些地方，比如凸起来的地方，啊，可以给它有点明暗关系。然后再有点紫色。就是反正前边的变化关系稍微多一点，然后再画的就是一个海绵。我现在的话直接你看白颜色就抹上去了，前边的话肯定偏向的就是湖蓝会多一点，不要太多，越往后边走的话白颜色会多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先把这个白色给它画出来的一个原因。越往后边走的话，你看我一直没动啊，也就是白颜色的话再给它多一点。然后把笔你看弄成一个平的，有点水波纹的这种感觉给它出来。像前边的话，这个蓝色里边可以给它也加一点白，面积稍微大一点。你看这幅画好画吧。再往前走，咱们把该暗的颜色给它要暗下去。你看我画的时候怎么样画呢啊，直接挑的是这个蓝色绿色，绿颜色是一个中绿，蓝颜色就是一个太青蓝。该暗的地方你看让它暗下去，我又挑了一点红色，因为这些地方它就是本身比较深的地方。然后这边也是该深的地方，我都不用调色盘了。你们画完这一张画，其实之前咱课程里边画画就接近于这种，现在给大家尝试这种画的方法的话，也就是让你们回顾一下之前咱画到的一些东西到底有多简单，现在课程里边的一些东西的一个渐进过程。
啊，这块的话是一个树啊，咱顺带的话给它点上点这个颜色变化关系。然后暗颜色的话，我太青蓝里边又给它加了一点深红，然后把笔涮一下。现在的话，咱再找不同的颜色。你看啊，先是黄绿色，来，直接上。黄绿里边加一点中黄，然后绿里边再加一个中绿，相对深一点的颜色，咱得调到这儿啊，因为暗颜色跟它冲突有点太大。你看这种光感是不是就出来了？然后上边的话还有其他颜色，一个是紫色，咱直接紫颜色里边给它加点深红。画它紫颜色的一个暗部。然后紫颜色里边，就玫红色里边，然后给它加白。变化关系啊，一定得找见。还有一个颜色的话是一个大红颜色，能直接你看调上大红。然后大红里边去给它加这个黄色，然后该亮的给它亮起来。再用成那个稍微小一点的笔，这根笔。你看黄颜色，黄颜色里边给它加一点白。
这儿的黄颜色用的是中黄。然后中黄里边再给它加一点大红，刚开始的时候加一点，为什么刚才不在这儿调呢？因为那块颜色稍显脏了一点，因为尤其是画到这亮色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让它颜色偏脏了，一脏了之后就不能用了。你看有时候我调颜色的时候基本上很奔放啊，也就随便在那儿瞎鼓捣，然后看着就能出来。把这种变化关系，就是画的时候你一定得去找。它们面积之间不要太一样吧。那就让这块画出来之后，感觉暗的地方，红颜色暗的地方不够了，咱就把红颜色暗的地方再给它画一下。啊，你看我这块的话直接用的是一个比较直接就调到比较深的一个颜色里边，用的是一个大红，让它笔的话稍微炸开一点。直接用大红色吧。尤其是边儿起也非常重要。然后还有这个绿色，咱们白颜色里边调上点这个黄绿，不用用白也行，黄绿里边然后加点柠檬黄的颜色，柠檬黄太冷的话加点中黄，然后也是把毛给它炸起来。不要把暗的地方都盖了，暗的地方肯定得留一点，不要看见那个暗的地方就想给它来几笔，没暗的怎么样能衬托亮的呢？就画的时候一定得适可而止，不要看见哪儿都想画，因为这块的话有一些暗的区域，所以到了这儿比较亮的就会变少，整体偏向于深色。你看绿的地方基本上亮的已经化了，咱去找一个绿颜色的中间颜色，你看这块就行。我还专门又调了一个，
在这里边稍微加了一点黄绿，让它有几笔亮的，要不出不来这个关系。然后加的中黄稍微多一点，啊，这块的话暗颜色会比较多。有些地方的话可以加一点蓝，包括把这边也画上。还有最后再有一个花儿没给它画，是偏向于白色，白蓝色。你看画到这一块的话，它花儿方面是往外长的，咱的笔的方向就得有一个变化。然后再加蓝色，那你看刚开始的话是偏向的一个蓝紫色，所以我那儿有一个紫色，我就加了一个蓝，然后把它暗的地方给它画上。然后点的时候，只要你学会这种怎么样能把它变化关系能给它出来，以后不管画啥的时候就简单很多。会啊，还有就是用的蓝，蓝颜色的话是一个古蓝色，然后再加白。你看像这种画的话，它纯度关系就变化非常高。白颜色，白色里边越到远处的话可以给它加一点柠檬黄，你看前边的鹿咱再给它画上。鹿的话偏向的是一个土黄色会比较多一点。
不过它有一个明暗之间的变化关系。越往远处走的话，它会越来越亮。刚才的话就是白颜色，然后加这个土黄。在这里边的话，你看到了远处稍微给它有一点蓝紫色。就像这块紫颜色也可以用上。玫红色的这个颜色。然后再拿上扇形笔去给它画一下暗部。暗部的话用到的是一个蓝颜色，就群青颜色里边可以稍微加点古蓝，再加点紫，纯度方面不能让它太高。换了一个小点的扇形笔，蓝颜色，群青会比较多。里边有些地方稍微加一点土黄。然后再拿上黄的一些颜色，黄颜色里边加的是一些紫色和玫红色，紫色的话能让它这个纯度降下去。色的话，把中间有些地方给它可以稍微重一点，越往前走的话纯度关系要给它高一点。就这里边可以加一点，你看中黄的纯度要更高，因为整幅画面的话就是纯度比较高的这种画面，所以咱就可以拿着颜色
不过有些地方你看蓝眼子都可以出现一点。啊，就是越往远处走，你看这种变化关系是不是就非常明显？啊，越来越灰的那个过程，让它出去。现在再调一个深色，就是普蓝加深红，要画哪儿呢？这底下给它修整一下。里边稍微加一点绿，就让这些绿里边该亮的颜色可以稍微给它亮一点。我用的是中绿，然后加的大红。啊，像这一张画的话，就是调配颜色非常非常简单。然后再把紫颜色里边有些亮色，咱再给它亮一点，用玫红的颜色里边去给它加白。这就是它的一个变化，然后最后咱再把树这一块儿给它好好画一下。树的话，咱还是用到这种笔，啊，去给它点会比较好一点。刚开始的时候，咱点的是一个暗色，那暗色底下也稍微给它走一点。然后再是绿色。偏绿的一个颜色，到周围啊，因为你得掌握树的一个形态变化，中间的话有一些空隙，然后再往边儿起走的话，就是给它这里边有黄色亮一点，得把笔洗了。因为刚才的话就是那个绿颜色里边它不是有一些红颜色，像亮的话这个颜色就有点亮不起来啊，而现在的话你看绿颜色加土黄色，然后再给它有个树干，然后再拿上勾线笔，又是调一个最深的颜色。
然后在这个颜色上，娘现在调一个赭石，里边给它加点中黄，亮一点的颜色，给它画到边儿去。然后树叶上边的话，我又拿了一点中黄的颜色，就不多，一点。就稍微点几笔就可以了。我要是这张画画完了啊。你看啊，画这张画有感，也就是之前的话，你看咱最近画了这么多的一个画，你觉得你进步的话，有时候会非常非常小，并不是太大。当你回首意识，再去看一下你之前的一些画的时候，或者你再拿起画笔再画一种这张画的时候，你再想想你刚开始画画的一种感觉，你就会觉得你的进步非常非常之大啊。这种画的话也有一些好处啊，有时候确实心情不好的时候，拿它疯狂起来去练练手，就像我刚才一样，也许你调色盒里边的颜色直接拿出来，我就要给它怼上去啊。所以每种画有每种画不同的效果，难易程度方面咱也都做一定的调整。就像这张画，我觉得就是让你玩的一张画，尤其是在这过年期间啊，咱有一份好的心情，然后去玩就可以了。咱拿勾线笔，咱再画点帆船，小帆船。在帆船底下给它有一点暗的，就这，是不是非常简单一张画啊？大家下来一定要重新再去玩一下，找回以前的那种感觉啊。那今天咱就画到这儿。